大家好啊！我李嘉国为流湾半分房阿Keeper，今日嚟到康城站带大家参观一个屋苑咧，就叫做领海嘅。咁领海咧其实系属于二司期嘅发展，咁留意翻二期嘅发展啦，其实加埋有10座物业组成噶。咁所以喺康城站嚟讲，暂时个会所啦，同埋配套咧系比较齐全少少嘅。咁而今日睇嘅单位咧就系一个3房2厕加1个士多房嘅单位啦。咁即刻带大家参观下个单位啦！ 如果你最近都留意緊1000萬樓下嘅3房有咩選擇嘅話咧，不妨試下留意下呢個康城站啊！歡迎你隨時約我睇樓㗎～